弯不过去撞破民宅，奥迪 A4 顺城废铁，店家铁门被撞破，招牌石块及车身碎片散落一地，可见撞击当下力道之大。应该是从那边过来，然后撞进去啦，再喷出来的。路口监视器影像清楚录下这台百万奥迪高速从眼前过弯闪过，但下一秒却朝路边店家骑楼直冲。我起来去动机的声，然后就用弄起下来等一下，然后我卡里来听。撞击当下车身喷飞到路面，引擎还冒出火花，转了一圈才停下来，但整辆车已严重变形，如同废铁。请帮我澳门先把它灭掉了，要不然会烧啊，因为整个都是油啊。台南市安和路一段13日凌晨4点多发生一起自撞车祸，28岁江姓男子驾驶一辆奥迪，已因车速过快导致过弯失控肇祸。江男虽仅受擦挫伤，但他的酒测值却高达0.92。会开这么快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苹果日报地方中心台南报道。